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有事哟，都是车撞坏了。车坏了？嗯，妈，你没事就好。我没有坐车，哦，真是不知道咋说这些话的。都撞成这样了，这个是不是也撞断了？是啊，不对呀，怎么不对了？我看一下，这好像不是刚撞的。倒是嘛，这都不是这回撞的。这次撞到哪里了？撞树上了，啊？哎呀，这回倒是轻轻的撞了一下，车没有撞坏。那这车咋撞成这样？这是上一次撞的，不像理你。再见了。爸，你就少说几句吧，我妈现在正生气呢。哎，子琪，这能修好不呢？能，这好修。肯定好修。妈，没事的，就这几天吧，等我有空了去修一下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有事，也没有汽车。我妈也没坐车。是呀。那这车怎么撞的？自己撞的。车自己撞的？哎呀，俺们去犁地，我垃圾堆肥料，去地撒肥料，刚到地呀，你妈说肥料不够，我一说话呀。往哪手撒，车都撞树上。你意思是我错？我没有说是你错。哎呀妈呀，都没事就好嘛。等自己有空了，让自己去修。不中，是我给车撞坏，我去修。你看看，车都撞成啥样？这真不是这回撞的呀！那是撞坏呀。对对对，是撞坏。那这车咋撞成这样？哎呀，以前是都掉漆。以前是呀，多长时间？好几个月吧。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收麦时候嘛，我去地拉麦，也是往那手撒。等咱麦收完，我才看见车个树顶哎。爸，不会是撞到同一棵树吧？是呀，真的呀？那是。你还觉着可骄傲啊？苗呀。还得宣扬一下。再有啥宣扬？爸，以后可得记得拉手刹，尤其是去地，车都撞了好几次了。哎呀，我知道。这车是收麦时候撞的，是呀。那为啥瞒着我不说？哎呀，担心你生气呢。这回呀，如果不是我看见，是不是还准备瞒着我？子倩妈。爸，以后可不能瞒着我妈了。你瞒着我，我更生气。妈，没事就好，别生气了。真是不知道咋说这些话呀！子倩妈，跟你商量一件事吧。我不听。哎呀，好事呀！啥好事？再买一辆新三轮车吧。啥？这车都多少年，该买新车。这车修不好啊？也能修好。那为啥买新车？咱这车跑不远呀。这些吧，那你说话还算话不算？当然算。好，你可是答应我给家里买新家具呀？答应我，那都中。我是说，等买了新家具了，我再攒钱买新车。那中。妈，等房子装修好了，多。不用，你也没有多不容易，我知道。对，我得自己攒钱买新车。妈，别生气了。我不生气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下午再来和你说说话。你们先忙吧。哎呀，没事。